是咱小区的吗？哎，我怎么看着像王叔呢？是吗？王叔，王叔，王叔，啊！哎呦妈，真是王叔啊！干了！哎，你领着两个媳妇上哪串门去了？这是？没有啊，没有俩，就一个大米粒儿。就我，大米粒儿是吗？啊！哎呀，我这个眼呐，那血管堵的，看什么都是俩。王叔啊，你这咋的了？那专家说我呀，要不吃他们的产品啊，上秋啊我心脏堵，立冬啊脑袋堵，明年开春全身堵，到清明就完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王叔啊，那个地方你不能信，明白不？你可别让人骗了。我彪啊，我傻呀，我脑子叫闷急了，我这么大岁数白活呀，我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啊？你没到我这个岁数你不理解，你才有了几回病。再说了，你就是一个物业经理，人家那是专家。哎呀，这谁呀？你说这多坑人啊。对呀，这谁给你带去的呀？你爸。我跟你讲啊，大米啊，多亏了你爸呀，要不连今年夏天我都过不去啊。行了，我不和你们讲话了，我得回家吃产品了。哎，王叔，王叔，哎呀，你说这王叔怎么这么傻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他们是这样的，就告诉你们过去领鸡蛋，明白不？其实呢，他是把你勾进去，然后就上来一批那个就是不靠谱的专家啊，就说你这身体这儿不好啊，那儿不好。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让你买他们的产品。哎呦，你说你爸也真是的，你怎么不他？哎呦，王叔蛋坏了，这两天爸经常往家拿鸡蛋，不会咱爸也上当受骗了吧？哎，赶紧回去看看，回去看看吧。邻居们好，父母是双职工的孩子们都注意了啊！你们父母忙，早晨起来呀，就别让他们给你们做饭了。上学之前都到你大米粒一人来领鸡蛋，每个人还有一罐鲜博士，喝奶就喝鲜博士，长大了全都当博士喽。爸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啊。爸，你看我是俩不？我看你是个二。没事，爸呀，你钱都上交了，哪来的钱买这鸡蛋？现在鸡蛋还用买吗？到那就领。不花钱白给啊。来，你看，不光鸡蛋不花钱，我跟你说，还免费给你做体检呢。就在小区外面一拐那个门，一进门吧，你他就给你发鸡蛋。然后把整个仪器往你往旁边一站，过来一个说自己是专家的人，给你就做诊断。那一诊断说你那从头到脚五脏六腑连饺子盖里头都有病变。好、啊，我问你爸，那边就没让您买点产品？我多天哪，溜溜达达当锻炼，进门我就领鸡蛋，领完鸡蛋我就走，他跟我说啥我都装听不见。爸，您是装听不见，问题是现在王叔可全都信了。爸，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，站起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大米粒，你可别跟二米粒学驴了吧唧的，你学学你老公，你看人家多文明。你站起来。严肃一点。不是，把手放下。你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爸，王叔是不是你带过去的？他上当了，他买产品呗。我，你什么你呀、啊？现在最重要的是王叔的精神崩溃了。对，爸，你是不是最近好几天没看见王叔？没看着他呀。我跟你讲啊，爸，大夏天的啊，就王叔穿了个大棉袄，好家伙，穿上以后那是这样的。你看，看见没？哎呀，你说你王叔这个人吧，我都跟他说过一万多遍了，我说咱呢到那儿就是领鸡蛋的。领完鸡蛋咱就走，说啥咱也别信。你说他非得在那地方逗留，你一逗留，刚才你得想法你帮过他呀。爸呀，你给他害了。刚子，
哎，有毒！我跟你讲，要想救王叔，普通的办法他听不进去，得下一剂猛药。什么猛药啊？啥呀？这招行，这招好，这招棒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会儿我打电话，王叔来了以后，咱就着急行事。行行行，好吧。哎啊，爸，你好好演啊。啊，放心吧。啊，王叔，我刚子，王叔啊，您快点来我们家一趟吧。我跟你讲，王叔，我爸不行了。王叔，哎呀，王叔，这都啥时候了？我赵刚子这辈子我骗过人吗？王叔，你快来吧。啊，好的，王叔，我等你啊，王叔，好的。我告诉你啊。王叔一会儿来了以后，照计行事，放心，千万别演砸了。哎，不能不能不能！老范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赢啥赢？您现在不行了，你躺下。哎，对对对，老范呐，老范呐，王叔，哎呀，别难过孩子，别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大范，王叔。老范，王叔是，老范，老范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是老王吧？都这时候了，那个王子后边就别加个爸了。你说你这往常身体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这个样了呢？我没听那专家的话啊，没买产品。你呀，关键就是去了，领完鸡蛋你就走，领完鸡蛋你就走，你怎么就不买点产品呢？来不及了。那专家告诉我了，我今天中午1:30就走啊。哎呦，快到点儿了，我就有句话呀，我想跟你说。我这句话就是啊，强忍住，我强忍住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刚子，我强忍住，你下那么狠手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我掐他，王叔掐他，我没抢过他。让他掐，他年轻时候钳工啊！我，你不行了，你不行了！爸，你看看，那专家让你买产品，你为啥就不买呢？哎呀，老范呐，你说你要听了专家的话，你何苦有今天呢？爸呀，还有2分钟，您该说点啥，赶紧的。老王。我这句话你得记住，这句话就是啊。哎呀妈呀，这怎么还提前了呢？我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哎呀，王叔，这都啥时候了，那能有假的吗？爸爸爸爸，刚子，这老丈人不是你爸吗？赶紧的。爸爸你怎么这时候了你还笑呢？不是，我真哭，我哭就这样。哎，我咳嗽的，壮，你还壮吧？这都过点了，你怎么还没求啊？王叔啊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，是吧？那个地方的专家已经跟我们说了，我爸1:30准时走，现在1:35了，爸，表现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看见没？用实际行动符合了专家说的话。不对呀，这走了还喘气儿啊？这喘不喘的不要紧，专家说我爸1:30走，必须走。就那地方的专家的话，你也不能全听啊。那地方的专家让你买那个产品，你咋就信呢？我这，他那个产品我吃了有用啊。你有什么用啊？
不是我假装诈尸吓唬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吃那玩意有什么用？吃完了补喝。废话，吃多了你还撑得慌呢，咋不撑死你？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，老范，有的时候哈、啊，人家那个地方的专家说的是真准呐、啊。那地方专家他就说我啊，由于血管堵塞压迫了神经，导致全身的胫骨萎缩。哦，人家当场给我做测试了。啊啊啊！他让我拿着舌头舔着胳膊肘子哈，你看我就舔不着。你现在吃完的产品能舔着了？我觉得离着近点的呢。啊！不，那一般人谁能舔着自己胳膊肘啊？街坊邻居们，你们试试，谁能舔着自己胳膊肘？有吗？你那舌头是自己长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不是这么说，是我叫人骗了吗？王叔啊，你肯定是被他们骗了啊！我就告诉你们，那地方是有问题的，有关部门正在调查。王叔，你说你身体多好啊？对，你过去也没什么病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王叔，你说大夏天的，你穿这么个玩意儿，你什么感觉？痒痒，那是起痱子了。你把它脱了，脱了，你听我的，王叔。我告诉你，王叔，你的身体是最好的，嗯，你一点问题没有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你不信，你活动活动，你溜达溜达，溜达溜达，溜达溜达，行。王叔，你看你多精神啊！是，我告诉你说，我还没洗脸呢，我洗完脸比他精神。哎呀，精神就饿了。哎，电话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我物业经理赵刚的，啊，明白。好嘞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全力配合。行了，有关部门说了，下午就要查抄他们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里边的专家全是假的。哎呀，他们主要就是卖产品，专门坑你们这些老年人。嘿，你可别让他们跑了啊！你放心吧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大米啊，你赶快上俺家一趟，快！我买那产品你拿着，找他要钱去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我还通知了几个人，我也想去告诉告诉人家。我这都谁呀、啊？那个老朱太太、老牛太太、老马太太、老杨太太。你怎么老惦记老太太呢？老头他也不跟我玩儿啊！哎呀，你赶快去吧，走吧走吧。张子啊，什么时候取缔？今天呀、啊。你跟有关部门商量商量，明天中午取缔行不行？为啥呀？明天早上我还能领回鸡蛋呢。爸，你还有没有点正经事儿啊？快走吧。哎，走。